另外还有人气爆红的韩星都教授金秀贤在首尔出席了代言活动，再度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跟粉丝关注。他延续了戏中的穿着打扮，简单而帅气。而之前他和这个 Angelababy 合拍广告有不少的亲密互动，也再度成为了话题。扶着 Angelababy 下楼梯，金秀贤尽显绅士风度。两人在首尔出席代言活动，男神女神难得携手亮相，现场粉丝尖叫不断。金秀贤黑衣黑裤搭配黑球鞋，简单的休闲打扮似乎仍然走都教授风格。舞台上一下子腼腆微笑，一下子开怀大笑。粉丝看了心花怒放，直呼好萌。他和 Angelababy 之前为品牌拍摄广告，饰演一对恋人。Goodbye, Angela。不少亲密互动，脸贴脸，深情拥抱，画面唯美浪漫。但是其实当时气温很低，两人穿着春装，还要在街头摆出各种开心的表情，自然互动宛如正在恋爱当中。时金秀贤还没有接演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在韩国已经是当红炸子鸡。如今都教授亚洲爆红，声势如日中天，让就座跟着水涨船高。